我是罗托姆家豪，我是幸福蛋文琪，我是耿贵子君。哇，我们的圣诞节的特别企划呢，已经经过了两集了，今天就要迎来第三场的对局，就是这两位来做决斗啦。我一样要使用的这个幸福蛋文琪给我的樱花儿牌组，啊、不对，应该是沙林仙人掌牌组。那我就要使用这个罗托姆家豪组出来的25周年固拉多的牌组。我听说那张固拉多的弱点是草哎、欸。哦。那你好啦，那我们就马上开始你们今天的对决吧 ，Go！ 正反反正，你决定，我要先攻哦、好的，好，那后攻就是骆驼母啦，请多指教，请多指教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，抽一，哎呀，那样呢？我要礼物，手填一张基本动能量给加热闪电鸟，使用宝可齿轮 3.0。很好啊，给镜头看一下，很好，宝可齿轮 3.0， 感觉全部都能量，是个能量大礼包，能量大礼包，哇，这个看起来圣诞老人的那个礼物送错家啦、我要的是志愿者啊，不是能量啊，换你，哦，抽牌，我这手牌其实也没有到很好啦，不过还能动，还能动，哎，再下一张樱花宝，使用先机球丢掉一张基本的草能量，那我要拿的是在不在呢？东东鼠 GX，、我动不起来啊、哦！东东鼠 GX 是什么？弱豆，哎、对耶，弱豆，哇，太好了！你的机会来了，这就是你给我的圣诞礼物吗？然后我再手填一张草能量给沙林仙人掌，使用东东鼠 GX， 把我手牌全部丢掉，重新抽六张。那我就直接使用沙林仙人掌第一招刺痛，造成20点的伤害，回合结束。那换我抽一。那恭喜你！那我这边使用加热闪电鸟，并且发动特性，把两个豆能量贴到他的身上。能量来了。那我这边再发动索尼亚。那我要选择两张的固拉多。好，先加入我的手牌，然后呢，再下两张的固拉多到我的备战区。然后这时候呢，先使用离动神。哇！我想想，怎么选？这是心头肉。好吧，东东鼠。哦，反正你也拒绝不掉我。Are you sure？ 真的拒绝不了。那我要发动能量转移。哇哦！转一个基本的动能量给到加勒闪电鸟身上。那我这里决定要使用加勒闪电鸟的闪踢，并且把三个能量都拔除。那造成70克数变成140点的伤害，并且因为我拔除能量，所以有麻痹的效果。哇！那我东东鼠就是麻痹了。像我是不是要偏交宝可梦交替呀、啊？对，你没有这个手填抽牌的机会。没有，那我像是送樱花宝比较好一点点呐、啊。好，那我就使用等级球，拿出樱花儿，然后我将樱花儿进化上去，使用它的特性春蛋慢，然后把两个基本的草能量贴在我的沙林仙人掌身上，再手填一颗双子能量。哇，能量大军又来了。接着使用利嘉的款待啊、那我抽四张牌，一、二，哇，三。四啊，尴尬了，各位怎么办？下不来啊，我有气球啊，但是东东鼠麻痹啊，嘿嘿，没有宝可梦交替了吧？先气球，丢掉一张玛丽，那我再刷一只先沙林仙人掌，再使用樱花的特性哦，春浪漫啊，再继续贴两个草量在我沙林仙人掌身上，好，回合结束，换你。那我东东鼠这时候就恢复正常的状态啦。好，换我抽一，圣诞老公公，你在吗？可以给我一个大礼吗 ？Merry Christmas！ 哎。好像可以欸，是什么？那我使用支援者彩豆哦，这也行哦，单抽出奇迹，谢谢三老公公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是有效的，没错。那我就从牌库的上方五张卡直接丢弃，那把其中能量卡贴在自己的备战宝可梦身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哎，有呢，开张，最后五，哇、哦，可以，那。但我现在有问题是，这个能量我要填给谁比较好？因为如果我填给固拉多上去做进攻的话，下回合也会被弃绝。你只要中两颗就可以弃绝，哇，运气运气咯，好好思考咯。这边我就要这个去力拼一个机会，搞不好我奖赏卡里面可以抽到一张彩豆，那也说不定、对吧？也是有可能的哦。那我就全部填给我的固拉多了，毕竟呢，这样有机会可以拿两张的奖赏卡。好，那我就让加勒闪电鸟做撤退。
啊，由我的库拉多到战斗区，直接使用第一招熔岩火山，丢五张牌，看能量数乘以80点的伤害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啊，一张没关系，打80点的伤害，但因为东东鼠 GX 只剩下20点的 HP 了，嗯，所以一样一造成160点的伤害，直接气绝，一颗能量就可以气绝东东鼠 GX 哎、欸，好，拿走两张的奖赏卡，抽二。嗯，看来是不错哦。那我让樱花儿上去我的战斗区，然后抽一张牌。哦，这手牌也不错，其实。好，装备气球在樱花儿身上，然后直接使用博士的研究。啊哈，哦，也很顺哎。来，总共抽七张牌。嗯，你这一场没有叫出你的花舞鸟 GX， 是不是不在啊？现在要叫了。是有的，是不是？直接使用宝可梦通讯，把樱花宝放回去我的牌库。刚讲完就出来啦，花舞鸟 GX。那我将花舞鸟 GX 放在我的备战区，然后直接在真的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耶。好，来樱花儿直接做撤退，让我这个哦六颗能量的沙林仙人掌到战斗区，准备好我的硬币攻击了吗？我想一下，要什么样的状况我才不会被气绝？就是你只丢中一颗，一颗哦，太难了吧？那我决定花舞鸟特性再一次哦，供奉之舞，抽三张，我需要迷光森林呐、啊，会。没有哎、欸好吧，那我把手牌多的能量继续填了、啊。樱花儿特性春浪漫，再填两颗给沙林仙人掌啊，这个运气再没有的话，我也没办法啦。好，那我要使用我的沙林仙人掌的第二招强力尖刺，身上有五颗能量哦，这样我可以塞五次，我只要两次就可以气绝库拉豆，对不对？来啊，第一次、哦、有，第二次，哇哦，两次了呢。三次，混，哇，最后一次，哇，四次，运气很好呢。洛托姆金运气真的不错啊。好，那我进攻，造成240点的伤害。那因为弱点的关系哈，我可以打480点的伤害，哇，舒服啊。哇，抽一张奖赏卡、啊。你是不是计划通啊？这副牌是你组的，但你换到的是草属性的牌组啊，我直接落草。哦、我怎么会知道谢姆蛋我一起组什么呢？哦，麦安呢？哦，没关系，拍谁啦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我的加勒闪电鸟到出战区抽一，我先手填一个捕获能量给我的固拉多。好的，那我要选择拿一张火神 RV 放到我的备战区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要使用志愿者彩豆。哇，又来！刚刚奖赏卡真的拿到了，真的拿到了！哇，伙伴，不止我的圣诞礼物到了，我的新年新希望也达成了。好，这边拿五张的牌，丢到弃牌区，有没有能量？有没有能量？哎呦，哇哦，三颗。哎，这运气真的不错哎、欸，不错，真的不错。好，那把这两个丢到弃牌区，一个能量，两个能量，三个能量都给固拉多。固拉多，全部都给他。好的，那我直接选择让加勒闪电鸟做撤退。好的，那我把固拉多换到战斗区之后呢，我要选择使用他的第二招大切断，直接把你的沙林仙人掌气绝掉，120点的伤害。哎呀，大切断啊！再拿一张的奖赏卡。现在奖赏卡呢，跟龟子君好像拿的比较快哦。真的哎，好，那我让有气球的樱花儿到我的战斗区抽牌。哎呀，现在宝可梦交替才来，太晚啦。那我下一张沙林仙人掌到我的备战区，还有一张这个，你这放什么？紫玉剑了。错，不常见吧？哎呦，好，那可以借我看一下吗？我看一下紫玉剑。好啊，那我就直接使用能量回收，从弃牌区拿两张草能量到我的手上。哇、哦，这张紫玉剑很强。再使用等级球，拿一张樱花儿，那我从手上进化樱花儿上去，再使用樱花儿的特性春烂漫。把手上一颗草能量贴到我的沙林仙人掌身上，以及另外两颗贴到另外一张沙林仙人掌。嘿嘿，最后使用的是博士的研究。哇，太顺了吧！哎、欸，你有马力耶，我怎么帮我马力一下？我剩两张哎，礼物留给自己，抽七张。接着，哎，真没事了嘞。好吧，那我直接下我的迷光森林以及花舞鸟的特性供奉之舞，再抽三张牌。一二三 ，OK， 来让我的樱花儿做撤退，派出我的沙林仙人掌。那我要使用沙林仙人掌的第二招强力尖刺。那我身上有五颗能量啊，塞五次啊，一颗都没有，一颗都没有，两次就好啦。哦，一次。哦，洛托姆今天运气真的是有够好的，你看看，轻轻松松，哎，哇，啊，又四次，天哪！
真的耶。好，那我进攻啊、一样造成是480点的伤害，哇，非常的完美。哦，打完了吗 ？OK， 好，抽一张。好的，库拉托再见了。他只能打到一次。再见了，那我选择加勒闪电鸟到我的战斗区，抽一。哎呦，这样的话，我只能靠你了，宝可齿轮 3.0， 给我一张志愿者吧。来吧，这个宝可齿轮 3.0 长得很像礼物盒啊，打开有什么呢？有什么呢？有什么呢？哎，有一张博士的研究，哎、还能动，还能动，还可以拯救你的手牌。我这边急需要一颗火能量，把手牌全部丢弃，两颗动能量全部丢弃，抽七张，有没有火能量？有没有？哎、哦，恭喜，问了就有。哎呀，少填一颗基本火能量。那这时候呢，我想一下哦，再使用一颗先机球，然后丢掉一个捕获能量啊，再拿出一张的库拉多放到我的备战区。哇、哦，我的牌库快空了。那我选择让加热闪电鸟撤退，火神和 V 到战斗区。嗯、好，我数一下哦。好，那经过刚刚一连串缜密的计算呢，我们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基本能量哦，这边有4、8、11啊，总共有11颗的基本能量、嗯，那我就可以造成的是220点加20，240。那因为克数的关系，所以变成是480。嗯、哇哇，那就弃绝掉你的沙林仙人掌啦。啊，那我拿一张奖赏卡，哦，我剩两张了。哦，好，那我派樱花儿到我的出战区抽牌。哎呀 ，Let me see， 让我想想看哦。火神鹅的 HP 是210，所以我必须要踩到四次正面，是不是？嗯、没错。我刚刚的库拉多是弱草嘛，但你却派出能量那么多的沙林仙人掌上来啊，那我也是很开心。嗯、没关系，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变魔术给你们看。哦，来。好，使用先机球丢掉明光森林，然后选择不抓，再把一只沙林仙人掌下到我的备战区。接着我要用很酷的东西喽啊，使用双子能量填在我的沙林仙人掌上面，使用普通钓竿。嗯，能量能量，把两张草能量洗回我的牌库，然后再使用花舞鸟的特性供奉之舞抽三张牌，有没有能量呢？有呢，再使用能量回收打两张草能量回我的手牌。真的要变魔术啦？没关系啦，变魔术也不一定值得到啦。接着使用樱花儿春浪漫的特性，直接把手上四颗的草能量全部贴在沙林仙人掌身上啊。然后呢，樱花儿撤退，派我能量满满的沙林仙人掌到我的战斗区。看一下算算看，颗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加双子能量是8颗能量。哇，八颗，你要中几颗？你要中四颗。对，那我还有迷光森林效果，没关系，我们来直接来塞吧。开始，第一次，哦，第二次，哦，哇哦，第三次，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嘿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送幸福喽，再来，呼，最后一次，哇！嗯，几次了？五次，他值八中五。哎、欸，我也没办法，这样我会造成300点的伤害，哇！气绝掉火神鹅 V。好，那我的火神鹅 V 啊就被气绝了，两张奖赏卡。那我就要派我的加热闪电鸟到出战区，好抽一，讲的话手填一个基本的斗能量给古拉多。那我使用志愿者采斗，哎，我刚刚有用火神鹅 V 把这个能量洗回去，所以抽到能量的几率应该超高吧？应该很高吧？1、2、3、4、5，这五张有没有？1、2、3、4、5，哎，哇，超多，还行还行，五张里面有四张是能量，那我就把三个能量呢填到库拉多身上，然后一个火能量填给加勒尔闪电鸟，那这时候呢让加勒尔闪电鸟做撤退，让我的库拉多到出战区。嗯，糟糕，哇，这样我还有办法进攻吗？你还有能量吗？他的牌库所剩无几啦。对耶，没错，那我就使用第二招大切断，那弃绝你的沙林仙人掌。哇，抽一张，剩下一张奖赏卡了。嗯，好，樱花儿到战斗区抽牌。好，让我确认一下我到底剩下多少的能量吧。使用等级球，感觉还是够啦。哦、嗯、，OK， 好，真的够吗？可以的。真的假的？气球装备在樱花儿身上，手填双子能量在我的沙林仙人掌身上，然后使用花舞鸟的特性供奉之舞啊，抽三张牌，一、
二三，嘿嘿。那我再使用樱花的特性春浪漫，将两颗能量贴在我的沙林仙人掌身上，就有四颗了。再来哦，玛丽，怎么可能？我相信你这四张应该都是能量啦。怎么可能？好，这边抽五张，再来一张能量，使用春浪漫的特性，再填一张给沙林仙人掌。哈哈，太多了吧？去吧，我的沙林仙人掌。OK， 那我准备要使用沙林仙人掌的第二招哦，强力尖刺。哼，顾拉多，两颗能量就气绝了是吧？不可能！来，五次中两次，嚯！没有，没有。哦，会完？没有，没有。我有迷光森林啊！没有，没有。一次，嚯！哇，两次，哎。OK， 两次这样我可以造成240点的伤害，那迷光森林我就不使用了。OK， 抽一张奖赏卡，现在1-1了，算是最后啦。哇，这场也太刺激了吧！我的天哪，完蛋了！好，那我选择让加热闪电鸟到我的出战区抽一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只能使用这一招了。加热闪电鸟放到备战区，使用特性剑角充能填两个动能量到他身上。哇！再手填一个基本动能量。哇！麻痹是吧？那这个时候呢，那我只能使用出战区的加热闪电鸟撤退，然后让我备战区的加热闪电鸟到战斗区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直接使用闪踢，把三个能量都拔掉，并且造成70点的伤害跟麻痹的效果。哇，我只能用这个麻痹换取时间了。那我沙林仙人掌麻痹啦。可是你下回合将会有能量吗？抽牌，真的抱歉啦，各位子俊，宝可梦交替。那我让我的樱花儿到我的战斗区，然后再做撤退的动作。哎呀。再让我的沙林仙人掌到我的战斗区，现在就是也是只要闪掉两次哦，不可能，比赛就结束了，不可能。那我就直接使用强力尖刺攻击，哦，没有，反面，没有，反面，哇，没有，糟糕，难道我最后会运气这么差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喂，没有。这可能吧，好，没关系，我要使用迷光森林的效果，可以再掷一次。没有，我需要两个正面啊。没有，哇，哦，有了，没有，混，没有，哎呀，打，哎，有了，看来比赛结果已经确定喽。哎，最后一次啦，跟贵子君看起来已经不行了呢。OK。攻击180点的伤害，五中三。最后一张奖赏卡，耶、yeah! oh. ！哇，我们这一场的对局呢，最后获胜的是我们的洛托姆，获胜的是沙林仙人掌的硬币。那请问一下，洛托姆，你今天赢得了这一场的胜利，你有什么感言呢？哎，我觉得哈，虽然说我们这个圣诞交换礼物啦，是大家都看运气嘛，不过看起来比来比去，好像我的运气比较好一点点哦。而且看起来比来比去，最后一组牌的是，最后一组牌是幸福。对，我是最大的赢家。哦，对，我这副牌是他的，所以这副主牌是我吗？对不起。好了，那我们的这个圣诞对战特别企划呢，就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。那我们在影片的最后呢，也是要祝各位的训练家圣诞快乐。然后在圣诞假期的期间呢，也可以去购买我们的宝可梦的卡牌扩充包，或者是跟朋友或跟自己的家人一起享受宝可梦卡牌对战的乐趣哦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下订阅以及分享，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。我是洛托姆嘉豪，我是幸福大文奇，我是各位子君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